远嫁的人呢，会经常想念家乡的味道。他跑哪里去了？我的信任又一次被糟蹋了，被践踏了。上次预售的天麻呢，今天要全部打包发出去了。这个天麻刚刚出炉的，还好新鲜啊！最近好多朋友想买天麻买不到，都说我们上少了。其实这个天麻呢，真的太难挖了，主要是它长在高山上面，很多地方都需要用马驮下来。这些都是种植两年以上的天麻了，所以说量也不是特别多。你们等我一下啊！啊，到中饭时间了，先去炒菜。今天打包天麻很忙，叫周医生回来带七宝的，买了一只鸡回来，回来到家不到十分钟又被医院叫走了。这只鸡还挺肥的。我们都在忙，没人看七宝。你看他一个人在那边玩。挑几个不能发货的天麻拿去炖鸡。这些其实都还挺好的。就这里烂了一个洞，就不能发货了。卖生鲜太不容易了，这批天麻种了两年多了，你看个头也很大，这个枝好饱满。我们湖南炖鸡很喜欢先把鸡肉炒熟，然后再放水炖。人多都喜欢喝汤，我们多煮一点汤。天麻下锅，哇！秋子没时间，我来帮秋子打下手，洗个菜。海哥也拦下来，海哥。开锅在旁边呢，开锅呢，排骨来煮啊，开锅啊，你排骨没拿进来啊？哦，三斤的排骨啊，排骨啊，忘记了，放排骨在车上，哎，快点去拿排骨进来。会，我等下马上开车去拿。起锅了，天麻炖土鸡。加蛋了，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、来，好蛋啊！开哦！酱了！嗯，快快快！快快快！好好好，可以吗？好好好，阿姨来了，吃饭了，叔叔吃饭了哦。很酱很酱，快！没有那什么药味了，这个。你喝汤吗？还是吃胡萝卜？那你吃胡萝卜吧。下完菜呗。我们中午呢就简单吃一点，像食堂一样，都炒大盆菜。嗯，随便拿。好好的好的啊。这个确实是简单了，只有一只鸡。哦，一只鸡，还少一只鸭，哇。嗯。我要吃两块。周老板说吃了天麻之后睡得很好，我们昨天晚上运天麻回来，大半夜到他们家，那么大的响声他都不知道。嗯。刚吃那天麻就睡睡好。哎，宝贝。这个天麻确实是好吃哦。好东西哦。好。而且这个季节的天麻是很好吃的。嗯，你看感觉跟没有一样。
我来摸，的不，你没摸来，你看，好吃。我这还摸。嗯。是。哎，什么？哎，你今天从哪呢？我在珠海，来上江南问，就是今天呢，哪问哪问能来干？要问能来干呢？我想去买点不哪问的，当当的要不跟问，我来嘛，这等于结婚。我那点哪来弄神经呢？十米块神经，真是你弄哪问呢？嗯，有阵接待中国，看我的啊，这要不听你那一句问来，大问你。也是。哎，快难来来哟！有啥的？嗯，那乌龙呢？阿东问难什么样来着？嗯，有，有没不有没不样？有。这都有，这也不搞跟问的。要问嘛？一棍又一两问。啊啊！要等会啊。哎，这现在我都先给买样去做单的。对了，给单你又买样的。你看，这过来啊。嗯。你做呢？不不要得，那么买多就对了。哦。这不你赢啊？哦。把皮烧一下，切成小块腌制起来。我觉得远嫁的人呢会经常想念家乡的味道，像我姐呢时不时要我们做一点家乡的特产寄过去。你放凉没？放进来，放一瓶满满。啊，要饮的。哦。其实做腌酸肉这方面呢，我妈是老手，我都是跟她学的。你弄好了，哎，你妈现在腌虾了，快弄干了。我那两百块钱腌虾，两人背到这呀，腌虾。要这个要腌制4-5天，把它腌透了，把水分全部腌制出来，才能够做腌酸肉。这几天一直在忙天麻的事，现在终于把货发完了，然后呢可以做点自己喜欢的事了，剪剪花呀，看看这个花呀，挺享受的。喂，啊，没有吧，他店铺就没做个啦。对呀，我是借给了他10000块钱啦。没有吧，他干了1个月就还我。他跑哪里去了？没有吧，他在外面欠那么多钱呀。现在对的，你有兄弟养兄弟养朋友的，没帮没铺没给了。来来一来呀，到底要没正常对的。烦死了，我上次那个朋友不是给他借了10000块钱开店吗？我还蛮信任他的。而现在我另外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说他店被关了，然后他在外面欠了10万，现在人都已经不知道跑哪里去了。我给他打个电话。不真老人言，车亏在眼前，报报不正。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，请核对后再拨。电话也打不通了。小吴啊，你在哪位啊？哎，电话叫给通的。那必须要嘛，有个老多人没来尿跟忙回了。我真的不尿。还去吗？
我靠，我们两个那么辛苦赚点钱，你是这里借那里借，我看你还借不借。我倒也不是心疼钱，我就觉得我的信任又一次被糟蹋了，被践踏了，好失望啊。太难了，不借吧不是人，借了之后孙子都不是了。上次很多粉丝劝我不要借，我还不听，这一次我真的发现我真的是蠢到家了。我借了一万，刚才给我打电话那个朋友说他借了两万，他比我更惨。之前样衣全部要寄回厂家去了。这些都是店铺倒闭剩下的样衣，还好呢厂家同意让我们寄回去，要不然会压很多货。很甜，橙味呢也很浓。你弄的反正凉凉的，嗯，看着流口水了。好不好吃、啊？好甜，好甜。水分又多，是不是？对。而且这个牛奶酱也好薄哦。牛奶酱果。是啊。哎呀，好多水分的。乖，给了。又甜，好薄，好薄。我感觉拿到家里面更甜。它放几天回糖了，肯定还要好吃。你树上摘的肯定没那么好吃。而且这个皮好薄啊，是不是？满满的全部都是汁，好多汁啊。嗯，这个太好吃了，放个几天，真的水又多。你给它嫩不嫩？慢不嫩？嫩不嫩？什么嫩皮哟？来两个吧。你嫩了，哎呦，好污的，来人。咱种下午了喽，哎，干巴的老都都能回呀，等那里，别等了，两块蛋哦，等，两块，两块，大家可以啊，嗯，一碗，搞点干干净的干嘛？有二两，你们看，漂不漂亮？哇，你看，就问你们漂不漂亮？看这个水分。这个爱媛果冻橙28号呢，跟那个四川的爱媛完全不一样，它真的几乎一点酸味都没有，很甜很甜，而且水分特饱满，皮也很薄，随便一挤，这个汁水很丰富。闻你两件味道没？你这两味道，妈妈热吗？我这是在祸害小朋友吗？我们吃啊！慢悠悠，你好，你来接一件喽，你接，哎，我来。我又可以成为代购了，没醉了呢，还能没醉？你看这果肉，晶莹剔透的。啊，那再咬没了，烦烦了。你是想着来？来。啊，再费你再咬，咬你再慢点了。我婆婆说这个很好吃。懒得咬嘛。确实挺好吃的，水分很足，一吃就停不下来。人家爱见买喽，我来，哎呀，见到我的嘛。嗯嗯。